七里香现在都长得很大了。看到没，七里香现在都变得非，就是比以前要大了。门口这里放了一块新的木头，这个木头是拿来穿鞋用的。试验一下。高度刚刚好。客厅的墙上这边装了一个这个遥控器，可是我好像没有粘正，冷气的遥控器。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电视，这边被幼文买了非常多的东西，然后他又跟信那边不知道弄来一台什么电子相框，也不用就插在那边，变得非常的乱。好，餐桌这边我觉得是最无厘头的，因为我买了一个这个可以旋转的这个东西放这边，我不知道干什么。然后呢，他说这样的话拿菜会比较方便，但是我们的桌子就这么小，他放在那边我们放盘子的地方都没有了，叫他拿走他也不肯，我迟早把它扔掉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新柜子啊，我们的柜子放这边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新柜子，正好我们有两个新柜子，然后这柜子变成抽屉，正好我们这边空间就比较多了，使用到立体的空间了，两个新柜子。栀子花还没有开，还在那边，还没有开花。然后七里香现在晚上已经开始会很香了，晚上都可以闻到七香香味。七里香现在长很高哦，不知不觉已经有很多都长得比我高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现在长得多高。然后后院的地，我上次有来给它洗过，所以现在干净多了。好，就这样子了。